听起来你就是希望我马上改名叫杜子仙。好，你把林国清放走，我随放下林家一切，包括继承的权利。怎么样，爷爷？这原本都是属于你的一切呢，你原本都应该是林子仙啊！我跟阮囝在讲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搞唔对咯，我确实真希望你即马随了会用倒来做杜子生啊。啊，不过你妈讲的嘛无唔对啊，林家的财产本来就应该爱你来继承啊，所以你无需要放弃。为着你早晚嘛是会倒来做杜子生啊。讲到底，你就是享受林家的财产嘛。那是安尼，就讲好清楚，莫唔唔夹夹，安尼我看起就解忧。不是我孝顺林家的财产，那是因为你都已经在林家做三十几年的孝子了，你本来就应该拿到林家的财产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我在林家的时候继续做林子生？当然啊，如果没有顺利拿到林家的财产，我去看看啊。阿嬤知道我生世了，就让您害家袂顶袂当，连讲话都无法度。子孙，不是安尼，是你老母伊家己搬落去，跟阮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嬤即摆讲话，哪会跟之前完全无同款？刚刚阿嬤意外。真正跟嬤有关系？现在林国庆也知道我是谁了，他打算怎么处理？应该是杀人灭口，对吧？绝对不会啦！杜光亮，你这样做是作孽啦！你这样，你会去害到子孙的啦！你这个大白痴，你是讲傻话啊？只要林国庆伊乖乖配合，把财产过给咱子孙，咱的伊就无路用啊！我唔免阁留伊啊！所以你真正要抬国庆啊？你袂使安尼做啦！无你是头壳歹啊！我啥物想讲我要抬伊啊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伊到时阵就一口溜溜，伊要死要活，到啥物地带？我何必为了安尼抬一条人命啊？对啦，我想想想到一句话最适合你的：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那现在这句话是你骂你的爸爸呢？我以前学的是吃过这个麦球头，不过现在生我两个人，我的妈妈连当中你救伊的人都要害，我的亲生老爸知影林家请伊的后生三十年了，还要抢林家的财产。我即摆看见两个人，真正天生一对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是后生咧学了爸母，根本听不出来。后生学了爸母，你意思是你是真心真意愿意认我做爸爸？我有其他的选择。好，那呢，叫一声爸爸来，我听一下。爸。听到吗？你有听到吗？咱的后生叫我爸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林国
清的手机啊。你要伊的手机啊，从啥？当然是交我啊！我来应付林家的人，还是员工打电话给伊啊？就算是传简讯，淡薄啊口气唔对，但是就别讲啊。先把爸的手机啊摕倒转来，卡片杜光亮利用爸的手机啊，避开避开。子山讲了无唔对啦，啊公司内底哦，迄、那个老员工是真歹剃头的啦。你也是紧甲国庆的手机啊，交予子山啦。啊，不过这支手机啊的内容，我赶时间来知影。不要紧，当作我无讲，你家己处理。到时阵你不要讲，就卖怪我。跟你讲算笑的啦，来啦，交予你处理。啊，刚唔免坐，我去看林国庆。所以你来找我，就是为着要看林国庆啊。林国庆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箱，公司的资产佮重要文件拢伫个内底。啊，不过密码敢若伊知影，你无带我去，你敢认为你家己问会出来？子生讲了无唔对，国庆的办公室内底真正有一个子生收购的保险箱了。啊！不过公司的代志，不是拢予你处理啊！你哪会知啊？保险箱的密码，这就要感谢你啊！当初本来美国的代志一切顺利了，伊就要退休，把物件拢交予我。啊！不过偏偏有人伫迄个时阵下毒，把代志搞到这大条。你好，跟我讲。好啦，你就继续丢毒不要紧。为滴照这办事，公司就愈来愈歹，一定有问题。到时阵负责人是我，才要宣布破产就好啊。你袂当安尼做啦，杜光亮，你真正要看到子珊，最后什么都无剩。好啦，我带你去啦，杜光亮。你要安怎认定我随在你？你千万唔通去伤害子珊。国庆，子珊，赵凤仪，你刚刚在哭啥？人目睭内敢那阮子珊啊？子珊啊，你哪会来啦？伊刚对你安怎？阿姐就烦恼你，杜光亮敢有伤害你？你我清醒好未？明明知影我亲戚老爸伫遮，你只爸爸爸爸是爸啥物啊？林国庆啊，你有听到无？我的亲生后生专工来看你，你有欢喜哈？你有欢喜，我让你搁较爽淡薄。国庆，你完了吗？你别哭啊，小可恶的啦！我看到你变成安尼，我哪有可能无管你啊？你嘛想要插手是吧？还是你也认为家己是林国庆的后生啊？你个他刚那死死混混去啊？密码我是要哪问啊？
意嘛，你最好赶紧讲出来，还免拖皮疼。我苦劝你，好好配合。你给我徛在咩遐？我无跟你讲。我看你是拖皮疼你。你是卖你身体不好啊？你搁会食这個，到拢无爱食的物件，身体愈来愈虚。好啊，我搁个站啊。上好直接送伊上楼，我啥物都免问啊。较老实的啦。你上好较紧讲，凡事我当叫阮亲生老爸，互你较好过。哪里你靠我的？阿边叫那个臭豆，我哪听得？爱命是命外，出来阿妈甲子彤来麻烦你拜托你啊！不用我这钱哭啊，那东西逼啊，我操个冻袂掉啊！对啦，这空气歹，咱莫等伤久啊。你紧来行，你有够臭的。等下，既然你已经摕到密码，那呢，咱是不是爱看卖这密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要哪证明？你要倒来公司啊？你卖袂记真诶！你即马是上过社会新闻有名的大歹人，精英医美顶顶下下，无人毋知影。所以即马是拍算要杀干六间搞去公司哦。你毋惊别人对你滴滴嘟嘟，啊？毋过我惊啊！你想无清楚？我毋免你公司啦，咱只要视讯就好啊。只要我用亲目睭看到你用密码把保险箱拍开，安尼就赢了。实在有够紧巧的，加在这只是一个借口来看吧。密码我早就知影。好啊，那你赶紧离开，你是怕算要我伫遐臭死啊？好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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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你是看啥？无我甲你关在遮，互你看一个较有诶，好不好？我捌咧自身细汉诶时阵，陪伊耍蒙鼻仔诶游戏，讲鼻仔若蒙两个，煞来讲诶话就是假。想袂到自身还阁会记诶。子孙，还是我的子孙。